研究咱们的这个帅长啊。其次，这个哈、啊、三监正啊，进入帅长怎么帅？今天我再低一点啊，看到没？现在我这个抱这个式，这个定的好一点哈、啊，抱住这个式子了哈、啊，这个手一定要护住这个肘。咱这个哈，这个小指是在上的，不要这么待着，一定要把这腕儿扣住，扣住腕儿，扣住肘啊。行，你看这个肘在这儿啊，这个肘在这儿。摔掌时候吧，现在开始摔啊，我也可以这么可以摔，可以这么可以摔啊啊！回来之后，啊哈。回手是扣手啊，回扣手之后，到这儿摔就行。